月26日下午15时许，在本辖大溪区的仁和路二段，一部白色超跑车辆与另一部宾士车辆发生行车纠纷。经警方到场了解，双方系因感情因素，宾士驾驶利用停等红灯时机趋前拦停发生擦撞，双方均无受伤。警方将双方带返所依刑法毁损、公违等罪嫌函送侦办，并针对宾士车主逆向行驶部分，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。